我们家的小姐，居然是实验的亲姐姐，是真的。但你也淡定点，快把我耳膜震破了。嗯，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对啊，我现在把她锁在门外呢，我今天没消气之前，她休想进来。 让你进来了吗？出去！你，哎！到底怎么才能消气？嗯？说话。这还不简单？直接点，别怂啊，石总。